这么大份啊？这是一份吗？这太大了吧？可能要给他们。哎呀，完了，这是一份吗？完了，太大了，坐，没关系。这一份？对啊，好像是吧？要不然他长得皮蛋像在肉松了一样。我们叫三份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份蛋饼可以这么大。我们叫三份，我也没看过跨包肉都满出来的，这还一份，这怎么吃啊？这是一颗，一颗。我跟你说啦，他看到安心啊，跟你灯辉还有你们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灯辉？他已经是这个，他已经先逝了，好吗？他姓黄。我因为灯辉这两个字，哎，想说当班长。哇，天哪！皮蛋肉松哎，那我就先从挂包好了，我就拿这一半。哎，这块肉拿走，我够了。哎，你好弹性呢。啊，吃点这个梨好不好？我要吃这个皮。你要吃皮？嗯，好。你先。啊？你不知道从哪？来，好晃。先来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皮有一点那个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控肉太软，不晃会被掉到地上。真的。来，接下来就朋友离开。嗯，那他们干嘛最后一口嘞？没有。哦，天哪！你们一定要加，知道那个控肉肥的部分，然后加到它的皮。真的吗？它那个皮已经控到全部软化，那个胶质软化，你碰到你舌头，它就融化了。你真的很会形容。真的啦，你试试看。真的，我们跟奶油，我们这实境节目不是综艺节目，你看每次讲的都是这样子。没有，是。又回到了那个。他讲的没有很浮夸，是。没有，我是真的。真的。请用。嗯，哎，它控的很烂哎。我心想，觉得你太优秀了。控包真的太厉害了，天哪！厉害，真的不错。有咬到瘦的部分吗？我就只吃瘦的。不踩对不对？不踩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化，吃了进去之后，它就化开了。对，主要是这一块。你可以吃吗？我有一点。你看尝尝一尝嘛，肚子不舒服吃点肥肉是没有。没有，肚子很好，我只是怕这个路程会很长。好好好，我随时，你只要一蹲步，你要去哪里，我都会带你去这个地方。好，回台北。这辣椒太厉害了，很厉害。你们应该加一点，还有这个。应该吗？可以吗？一点点就好了。他说可以就可以。他说可以，他说可以就可以。我再购买哦，这辣椒，赞哎，嗯，很好吃。你不要尝试，你生意这样不好，好不好？明天还需要你，后天还需要你。很好吃，太正点了，辣椒太正。我们是实境节目，你不要把它当综艺节目。